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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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我们今天恭请上基下英和尚哦，以下是和尚的简介：1990年参加南投水里莲英寺大专学生斋戒学会，1993年投里莲英寺上灿下云老和尚剃度出家。1994年于高雄六龟庙通寺受三坛大戒，1994年前往南投鹿谷禁律学佛院就读毕业，1997年至南投普里正觉精舍参学，并依止上果下清律师学习。1998年返回禁律学佛院担任执事，并开始学讲至今，现为南投鹿谷净律寺住持。我们现在恭请和尚为大众开示。祖师训诲出家30要则，本具得即和尚慈悲，本具教舍和尚慈悲。开当和尚慈悲，陪堂和尚慈悲，诸位云集法师慈悲，诸位信戒菩萨，大家阿弥陀佛。大家放丈。很高兴来这边跟大家讲几句话。愿奉德界和尚的此命呢，跟大家做一个勉励。那么，首先也先学习大家出家受戒的功德，这个受戒功德不可思议啊！出家功德不可思议那么，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祖师训诲出家30要则。那讲到出家呢，出家有什么功德？在《大乘本生喜地观经》里面有讲到这么一段经文，佛陀说呢，若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一日一夜出家修道，200万劫不堕恶趣，长生善处，受甚妙乐，遇善知识，永不退转，得之诸佛，受菩提记，坐金刚座，成等正觉。所以这个经上讲到呢，我们因为善男子、善女人，这个在家的居士，能够发无上菩提心，能够出家一日一夜，这么短的时间的出家修道呢，能够200万劫不堕三恶道，同时呢，未来的生命呢，不是在天上就是在人间长生善处，同时呢，能够受甚妙乐能够受这个微妙的这个安乐，同时呢，经常顺顺利利能够遇到善知识，得到善知识的一个这个教导，永不退转，不退转菩提心。那么未来能够遇到十方诸佛，受诸佛的受记，受菩提记未来能够做这个
金刚宝座，成无上觉，成正真觉。所以这一天一夜的这个处劫的功德就不可思议，何况呢能够终身的出家修道，那功德更加不可思议。当然这样子的一个功德呢，不是说你每天悠悠泛泛除了家无所事事能够成就的功德，一定是要老实的修道，成就自利利他的功德呢，才能够承办的。这边呢，祖师训诲出家三十要则，我这边就从这个禅门日诵里面引出来，上面没有写到底是哪位祖师做的啊。那么从这个里面的这个文大概看得出来，是应该是禅宗的祖师所做的。那么这个出家三十要则里面有三十条重要的法则呢，是我们出家人所应该要遵循要去实践的。这边这个出家两个字呢，出家是什么意思呢？五分律里面有一段经文说到呢，善知挑夫具足威仪，常心忍辱，怜悯众生，故谓出家。我们里面佛陀讲呢，什么是出家的定义呢？就是你能够善于调伏自己的烦恼，善自调伏，去贪嗔痴烦恼，你能够去调伏内心的烦恼，同时呢，具足威仪啊。能够持守这个比丘戒，比丘的三千威仪，能够去持守，常行忍辱，那么遇到任何的事情呢，能够有这个忍辱的功夫。再者呢，怜悯众生，故谓出家。前面能够调伏烦恼修忍辱，持比丘的三千威仪的戒法，成就自利的功德。这个怜悯众生呢，就是内心有慈悲心。我们不但有智慧调伏内心的烦恼，还有慈悲心怜悯一切众生，愿意帮助有缘众生离苦得乐也调伏内心的烦恼。那么这样子呢，故谓出家。这我和你讲得很清楚，这个出家的定义呢，就是要成就自利的功德，利他的功德。好，我们就正是跟着介绍这个三十要则大家请合掌。一，出家要真参禅，禅透未生一切，一日反须吐露，灵光普映人天。好，我们就简单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出家呢，祖师跟我们讲了，要做到三十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要真参禅，当然这个禅呢有如来禅跟祖师禅，这边呢主要是指的祖师禅啊。那么这个祖师禅呢，经常要我们去参呢参的话头就是这个父母未生之前，我们的本来面目是谁？我是谁？就是去参那么参这个话头，参到最后呢，一日反须吐露。这个反须吐露就是有点开悟的意思那么这个时候灵光普映人天这个灵光都要躲窘途根尘，能够就开悟了，就能够广度众生的，庇荫一切人天的众生。这是第一个，当然这个就是禅宗这个中国的这个禅法的祖师禅再者看到第二条，
二，出家要勤念佛，念念要生彼国，念到不念而念弥陀，不从他得。好，那前面这个应该是这个啊，修成的祖师啊，重点先谈谈。接着呢，他也不会念佛，禅定中修，能够劝我们呢，出家呢要紧紧的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做什么呢？就是要求生阿弥陀国，那么来这里修这个念佛三昧，念到不念而念，没有能念我所念的佛啊，能所双亡。这个时候呢，弥陀不从他得，念到最后能够体悟到，原来阿弥陀佛就是我真念心，我真念心的就是阿弥陀佛。佛心众生心，一心无二心，那么这个时候呢，弥陀我不从，弥陀不从他的，这个念佛法门，那么前面参禅这个念佛，其实第三者呢，三出家要勤礼佛，孝敬贫僧罪业，造作恶王供养，便是这个法则。前面这个念佛可以说就是称赞如来，这边呢就是礼敬诸佛了。礼敬诸佛，这个佛，这个经常拜佛就是求忏悔，能够忏除贫僧所造作的罪业，乃至过去多生多劫所我们所造的罪业，就是要经常的求忏悔。一般我们讲的，菩萨发了菩提心之后呢，基本上呢，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忏悔业障，第二件事就是积聚资粮。一般所谓的净罪积资了，就是说，我们这个。华严经跟我们讲，每一个人造的作业，如果说有一个体相的话呢，那么这样子整个虚空呢都没办法容入，就可见我们这个罪障罪业非常的重，就是要多拜佛、多拜忏、求忏悔，才要有办法消除贫僧乃是多生所造的作业。这边下面讲呢。一个例子，造作恶王供养，便是这个法则。造作是谁呢？就是禅宗造作崇审禅师。这个禅师他参禅以外呢，他非常勤于拜佛，拜忏，可以说在禅门里面呢，就是说最重视拜佛的，就是这个造作崇审禅师。那么他是唐朝那时候的禅师呢，他经常的拜佛拜忏啊，参禅。这个时候呢，当时的皇帝就是唐僖宗以及唐昭宗的这两代的皇帝呢，都非常敬重他。经常的这个对他的恭敬供养，非常敬重这个造作崇审禅师。礼敬诸佛，礼敬诸佛，我们以前学员在莲英寺的时候呢。那时候刚要联系的跟唱歌师傅讲报告师傅弟子发心出家其实唱歌师傅说好，那就住下来吧，住下来呢联系每天都拜八十八佛，那么在这里这个几位当时要出家的几位的师兄弟呢，大家都勤于拜佛，因为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参公师傅他以身作则，
他早课晚课要这个开始之前，他就在这个涅槃的里面拜佛。早课晚课完之后呢，结束之后呢，他还在那边拜佛。那么过堂早过早斋堂过午斋堂之前呢，他到了这个斋堂呢，不是东看看西看看，他就是在那边拜佛，他就全身的拜佛给你看，哎，啊，所以我们这个看密宗，他们也是非常重视这个拜佛。密宗一般讲，他在修密法之前呢，要先修释迦行。释迦行呢是啊，那释迦行呢，第一个就是大礼拜，拜十万个大礼拜，磕十万个大头。第二个修四皈依，十万遍，皈佛、皈法、皈依僧，还有皈依上师。他们皈依上师是排在皈依三宝之前的啊，这个皈依上师是。第三个加起来就是供养曼达，曼达拉供养十万遍，一般像那个哈达那个供养十万遍。第四个法就是持诵金刚萨埵百字名，就持诵百字名咒了，哎。这个都是能够忏悔业障、积聚资粮的这个四种加行法，嘿。那么，所以我们看他第一个加行呢，就拜佛，磕十万个大头。我们看那个高僧传呢，就有一件事情呢，啊，高僧传里面呢，说到有一位法师叫做。谭彻法师，这个谭彻法师呢，他修行呢不尊重诵经，哎，不尊重啊这个参禅，他最注重的是什么呢？就是拜忏，他每天拜忏，啊，精进用心。的拜忏，去带道场当中的拜忏，嗯，拜到了有一天呢，他看到七佛，过去七佛，所谓的毗婆舍佛、十七佛、毗舍罗尼佛、然后居罗十尊佛、居那摩尼佛、迦叶佛、释迦牟尼佛，这个七佛同时现身。拜忏拜到七佛同时现身，跟他讲呢：汝罪已灭，于贤劫中号普明佛。就是善男子，你这样紧紧的拜忏，求忏悔呢，你的过去造的罪业全部消除了。你能够在未来贤劫当中呢，能够成佛，你的佛名叫做普明佛。我看到。这个高僧传，这个谭彻法师，这个功德，就感觉上真的是这个拜忏的功德不可思议，就经常拜佛、拜忏、求忏悔，是非常有需要的。尤其我们刚刚出家啊，那初学佛，多多的拜忏、求忏悔啊，非常有需要。嗯，就是讲到礼敬诸佛了，其实在看到第四点，嘿。是出家要持戒恨，戒是佛祖正念，受戒不所辟你，徒劳上生死命。这边讲到了，要出家人要做什么呢？要持戒。佛陀临涅槃呢，跟我们讲呢，训勉佛弟子要以戒为师，因为。戒是佛祖正念，佛祖在律藏这个戒律里面呢，明显的跟我们讲啊，比丘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啊，菩萨戒啊，应该要怎么样自利他，我们就是依着戒法呢来行持
那么如果说不守戒的话呢，受戒不守辟尼，徒劳上生死命。就是说我们受了戒，犯了戒，这个人生就不保了，下辈子可能都是到三恶道去了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律典里面跟我们讲，我们一个比丘受了毕丘戒之后呢，要五下转经戒律，就是因为这个戒算是我们出家人的一个根本，那么就是要把这个戒呢那个持守好。所以这个心定观经也提到说呢，出家者此戒最难，能此戒者是真出家。这佛陀讲呢，出家当中呢，什么行持最困难呢？就是此戒最困难。那么因为这个此戒是跟我们的这个烦恼是相违背的，我们大家这个多生多劫是放逸起烦恼，随顺烦恼，那么此戒刚好是对着我们的烦恼作业的。能此戒者是真出家，能够好好持戒的才算是一个及格的出家人。所以我们那怎么持戒呢？算生经里面跟我们讲，有三个的法能够做到三件事情呢，能够把戒持好。第一件事情呢，一者信佛法身，你对于三宝、对于佛、对于佛所宣说的法啊，这戒法，乃至对于出家的神宝，对于自己的戒师啊，阿舍离哈，能够有信心，你愿意听从三宝的教诲，你就容易把戒持好啊，能够不违不违背师长的教授。第二件事情呢，二者审信因果。这个审信因果呢，就是说我们对于此戒的功德，我们这个能够知道此戒是菩提这个本，戒为无上菩提本啊。那么我们能够持戒，好好持戒成就戒波罗蜜啊，能够庄严未来无上菩提，乃至庄严未来的极乐净土，这个持戒的功德啊，庄严极乐净土，持戒的功德，我们相信。其实呢，我们要相信犯戒的果报。我们看这个五篇虚虚当当啊，有违犯什么啊？不是三恶道的果报，我们心生畏惧，那么知道持戒的功德，犯戒的过患，就容易把戒持住好。这是善生经跟我们讲到的，就是三件事情呢啊，能够把戒这个持好。下面一点。五，出家要常念经，唯诚报答之恩，信口念出获智，自然自成大藏全文。这边那个下面那个字，一个口里面一个力呢，那个字呢叫做豁啊，豁然开悟的那个音。这边的这个常念经呢，就是要勤转法轮了。我们内心要去转动这个佛法，转动法轮。那么念经，为什么念经呢？在古德讲呢，要报答四种恩。四种恩，帮我们讲父母恩、三宝恩、国家恩、众生恩。我们就是经常念经，尤其这个大乘的经典。可能言间、浩华间、华严间，那是金刚间都好。那么这是
经常的诵经，信口念出祸字，这祸是什么意思呢？祸就是古代的时候呢，这个船夫在牵这个船的时候呢，所用力所发出的一种吆喝的声音，叫做祸。那么合法来讲呢，就比喻豁然开悟的意思。就你诵经哈，经常诵经，诵到有一天能够开悟了，那么自成大藏学文，这个自成大藏学文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能够好好的受持一部大乘经典呢，能够好好的读诵写意，在思维是能够开悟的。那么这部经通达了之后呢，一般古人讲呢，一经通经经通，所以这整个大藏经也能够通达，这个就是经常念经。那么但这个念经呢，每一个人都会念，怎么诵经，怎么念经呢，就有很大差别了。《华严经》有跟我们提到了，我们佛弟子要怎么诵经，这边有这个五有一段这个经文呢，我跟大家分享。在《华严经》讲呢，于所喜诵，引至精情，讽诵之时，调起气息，身离高下，心不外缘，专想一词，思维稳意，离诸昏调，止观相应。就《华严经》佛陀跟我们讲，佛弟子对于所学习读诵的经典呢，应该要精进努力的读诵，于所习诵，应至精勤。这就是我们诵经的，不过就是诵一天停三天那么这样子的就根本没办法跟得到这个经典的利益，就于所习诵，应至精勤每天诵经跟我们持戒，每天持戒，每天诵经。那么在诵经的时候呢，讽诵之时调起气息，诵经的时候呢不要说这个从外面匆匆忙忙进来了坐下来就可以诵，不是，坐下来先坐定身心先沉淀一下，然后把气息调顺畅，先深呼吸吐气调个三个吐纳乃至四个吐纳，把气息调均匀，调均匀之后呢，这个时候呢，再开始诵经。诵经的时候呢，身离高下，心不外缘。诵经当然要尽量能够出一点声音呢，容易摄心，不一定要很大的声音声音呢不用很这个念得很高亢的声音或者说太小声，就是身离高下，心不外缘。最重要就是心。要专注在经文上面，同时呢，专想一词，思维文艺。专想一词，思维文艺，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诵经说不是什么都不分别，诵经是要有分别。专想一词，这个经典上佛陀这个金句是什么意思？当然诵的当下可以略略的去理解经典的含义。思维文艺，乃至诵完之后呢，我们再回过头去思维你觉得受用的经句都可以。接着呢，离之昏调，止观相应。最重要的是诵经的时候呢，不要打妄想，也不要昏沉。当然昏沉这根本就没办法诵了，就是这边一直打瞌睡了。那么最重要一点就是止观相应，专心的读诵经典，心意境界，
读诵的当下又有分别啊，是为文艺此之观，理之混调此观相应。这是华严经跟我们讲诵经的应该要啊有的认识。这边的第五个呢，就是勤转法轮，就是说我们口诵经典，内心要去转去思维啊，这个经典佛陀讲的含义是什么啊，它的真实意是什么。下面第六点，六出家要替听教，不然开口乱道，胸中半字不留，副主开眼喊笑。这边讲到这个听教，听教就是听佛法，去闻法，那么去听见闻法，才能够了解佛法的教育道理是什么。这个此戒戒法跟教法都是需要去学习的。儒家这个孔老夫子讲说呢，不学是为言，不学理无以立。这佛教讲这个十四如月一生秋，不学习啊，这个诗呢没办法言，没办法讲话，那么没办法跟人家对答，这个啊，不学礼，礼仪礼节待人接物呢无以立，没办法在这个这个社会上立足。相对的，慈州大师讲呢，不学律无以立，不学教无以言。我们首家出家受戒之后呢，你不好好把这个戒律弄懂的话呢，无以立，就是说啊，你这个整个支持作词必须戒啊，随机戒嘛，乃至啊菩萨戒，你都一窍不通，那么很难在道场待下去。不学教无以言，这个教法，那么什么是这个诸法实相，那么一些的这个啊，什么是心性的道理？你不懂，人家信徒问你啊，你一窍不通，讲不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不去听经闻法，不学习戒律，也不学习教法，那么这样子呢，气他高了嘞，人家信徒问你又讲不出来，面子挂不住了，就随便乱讲，那么就是误导众生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胸中半字不留，佛祖开眼含笑。你内心一点佛法的这些的基本的观念道理都不懂的话呢，在里面随便乱讲啊，佛祖开眼含笑，佛祖在里面看到呢，都替你啊悲伤啊，在里面摇头啊，像你这个笨弟子啊，这不知道又随便乱讲啊。所以呢，要学习戒律，也要学习教理，都需要学习。但这个念经也是勤转法轮，这边呢听教也是勤转法轮，听闻之后就是去思维佛法。这听闻佛法呢，在这个听闻集里面有这么一段话说呢，有闻知诸法，有闻遮诸恶，有闻断五逆，有闻得涅槃。所以我们透过听闻佛法呢，能够知道这个佛法是什么，
什么是善法，什么是恶法，什么是有漏法，什么是无漏法，那么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有闻知诸法，有闻知诸恶，知道什么是恶法了，我们才有办法断恶，有闻知诸恶，有闻断无义，知道什么是无义无利之法呢，我们才有办法避免不去造作，有闻得涅槃，透过佛法的听闻思维修习，才能够成就诸佛大般涅槃的功德。所以呢这边的祖师苦口婆心呢就跟我讲呢出家之人要参禅，要多念佛，要多拜佛，多求忏悔，要好好的持戒，然后多念经，多听闻佛法，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前面呢这几项的都是非常重要的。下面一个看下面一条，七，出家要敬师长，随力随时供养，百下不如一瞬，不可回头倔强。师长这个能够长养我们的法身慧命，帮我们受戒师、教授师乃至剃度师，这是对于我们有恩的。那么我们一个弟子的要随自己能力随时的来供养师长这边的供养当然主要指的世事的诱因，是为具世事的供养。下面呢，百相不如一顺，这个顺呢就是随顺师长的教诲，叫做顺。也就是说师长对我们的教诲，我们就是如所修行的去做身口意如所修行的去修持去行持。所以这边的这个顺呢，其实偏重于所谓的如所修行供养，就是一种法供养。前面的是的供养，事相的供养，还有这个所谓的法上的供养，就是要依教奉献不可回头倔强。这个倔强呢就是个性呢不要太刚硬了这个师长跟你讲的话都听不进去这个这样子的就是不随顺师长的教诲。下面一条八，出家要学老成，第一不可夸能，猖狂硬气出出，神人一见生真。这第八点呢，祖师跟我们讲的，出家要学习老成。老成简单讲就是老实啊，老实做一个老实的修行人。最终呢，第一点呢，不可以夸能。这个夸能就是自我膨胀了那么此一点戒就是讲了自己持戒会非常的精严那么做一点行门啊，拜佛拜忏，或者说有一点功德呢，就是夸大那么这样子一个个性呢，猖狂硬气出出，神人一见真真，这样子共高我慢，非常自大了。不但我们一般人都看不下去，这个护法善神都看不下去，都起烦恼下面一则，就出家要教徒弟，不可随他游戏，谆谆教养成人，好助佛门大器。教徒弟，就是
收徒弟的，但这个收徒弟不是说啊随随便便可以收徒弟的，律上讲基本上人要啊比丘戒出家啊做大戒十纳以上的同时呢，那么要有这个德行才能够收徒弟，不然你收了徒弟呢啊这个你被骂教他，那你等于误导他，所以呢收了徒弟要教导徒弟啊，不可以放任他呢那么的放逸游戏啊，那么放纵神口一三夜，应该呢要谆谆教养成人。这个谆谆什么意思呢？就是诲人不倦的意思啊，诲人不倦就是好好的教导他的意思啊，教导他做什么呢？好做未来佛门的龙象。第十点，是出家要除懒惰，凡事向前去做，理若必然脱安，神人哪得畏护。这个第十点呢，就是要除懒惰，因为我们凡夫呢，就是说好逸恶劳，勿劳是天性的，这每一个人想要这个苟且脱安，就是要啊这个过安闲生也生活，所以大部分的人都是偏向懒惰，但是祖师劝勉我们呢，要精进，什么事情呢？凡事都要主动积极的去学习去做，包括戒法要去学习，乃至教法，嘿，当然刚出家就是五下专精戒力的，嘿，那么教法坚持的学习啊，乃至呢出家之后呢，也要学习法器，这个内功戒定慧是内功，外面的这个法器也要去学习，那么僧人去学习，乃至其他的啊道场的事物啊，也要去发心的去主动的去做，你若必然脱安，人生哪得畏缚，就是要平常的自己的就是要能够精进的、精进的，这个《华经》呢有讲到这么一件事情呢，在这个第九品里边呢，佛陀讲到说呢，释迦牟尼佛讲说，我过去生跟阿难尊者同时在空王府那个地方呢，空王府住世的时候，跟阿难尊者同时在空王府面前发无上菩提心，都想要成就佛道。发了无上菩提心之后呢，阿难尊者一味好要多闻，而我呢精进的修道，除了听闻陀佛之外，精进的修道，所以最后呢，我释迦牟尼佛成就无上菩提了，阿难尊者还没成就无上菩提，而来扶持我的佛法，所以这个偶遇大师呢，在像这个流亡中论提到说呢，有三件事情呢是闪示诸佛所赞叹的事。第一件事情就是持戒精进，能够好好的持戒，这是闪示诸佛所赞叹的事情，诸佛竖大拇指跟你赞叹。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所谓读诵大乘，能够读诵大乘经典，
那么这功德也不可思议，也是诸佛所赞叹的。第三件事情是什么呢？不辞事物，就是佛法以外的事情呢，世俗的事情呢，啊，这个不去参与，不去贪婪，那么世间的种种的名闻利养呢，不是我们所追求的，不追求世间的这些名利的事情，无欲的事情，那么这三件事情是诸佛所赞叹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出家了，就是好的学戒持戒，好好的学习教法，这边讲到请进了，下面讲到禅定。出家要学定力，只把思心静觉，单单剃个话头，自然万缘俱息。这个定力就是也是非常重要。讲到这个定力呢，首先很重要，就是以前在莲池经常听参观师父讲的，就是五堂功课，就是怎么样把五堂功课做好，早课做好，晚课做好，早斋堂、午斋堂啊，乃至这个阿蒙三课八十八佛，能够把这个五堂功课做好呢，能够盯着不放，慢慢的也能够定心也定力，那么只把私心净觉，这个私心就是内心那个泯利之心啊，泯利之心，真泯独立心。那么单单提个话头，当然这个话头呢，对于禅宗来讲呢，那么我们可以解释就是我们的所缘境啊，你要把所缘境放在三宝上面，不是念佛就是念法就是念身，内心的在内心的定在三宝上面，以三宝为所缘境，这样子的自然万缘俱息，一切的这些念心的妄念自然能够止息。这个定力也很重要。我们现在这个佛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比丘呢，就跑来跑去了，这个道场坐一坐，坐不下，这个坐不下去了，内心呢这个忍不下去了，没有定力，又换一个道场，在道场坐一坐呢，没过坐，又换一个道场，坐到最后呢，看到这个道场呢都是是非，这个每一个人都有问题，最后去住马宝呢就没定力，马宝住到最后呢单单他一个人就出很多事了，不是破戒就是起邪见，最后着魔乃至自杀。所以我们相对我们看这个女众的比丘尼呢，相对就比较定力，在这个道场一住呢，就是他的这个出家的常住道场，从出家到最后这个往生都在一个道场。相对看我们看这个我们比丘就是跑来跑去，跑到最后心都散掉了，更不要提道义了。下面一个我们看，出家要敬善人，死心塌地相亲，学习好样再度，自然脱俗离尘。这边这个善人就是善知识啊，这个善知识很重要了。
这是要亲近善知识，同时要死心塌地的相亲，就是亲近啊，亲近学习，那么学习善知识的功德优点啊，能够把这个功德呢啊学起来，学习好像在度，自然脱俗离尘，慢慢的我们能够脱胎换骨啊，这个个性的调柔啊，这个戒法能够持守好，佛法的实践能够建立，内心的有道法在真念心里面，所以这个善知识，我们华严经呢讲到这个善知识的功德，就是这个善财，我是善五善财童子去，这个所谓的五十三参参访五十三位善知识呢，他在好几位善知识啊参访之前或参访之后呢，都赞叹善知识之功德。四十华严里面第十七卷里面呢有啊讲到这个善知识，天天善知识的功德，说到呢，请进善知识，能生善根，增长成熟；请进善知识，能用门请修一切智道；请进善知识，能速及出生诸大愿海；请进善知识，能为利乐一切众生尽未来劫受无边苦。啊，这个华严经这个里面讲到呢，我们一个佛弟子能够请进善知识的什么功德，能生善根，就是你过去没有出生的善根呢，戒定慧乃至如来波罗蜜乃至普贤行道，这些善根呢，透过天地善知识，你能够栽培这样的善根，栽培了这个善根之后呢，再继续亲近，能够增长这个善根的功德，最后呢，成熟，啊，你这个这方面的啊，这些波罗蜜、是波罗蜜、忍波罗蜜，哎，来自这个啊，这些功德能够圆满，这个功德善法能够成熟圆满，其次呢，清净三世能勇猛勤修一切之道，我们清净三世是啊，就能够学习三世是这样子勇猛的精进的修持。成佛成就一切种子的这些道法，勇猛勤修一切之道。第三点，清净善知识能速及出生诸大愿海，学习起善知识啊，那个他要教导我们发广大愿，学习诸佛菩萨发广大愿。那么再者呢，清净善知识能为利乐一切众生尽未来劫受无边苦。那么清净善知识学习善知识，清善知识教导啊，我们为了广度的众生，利乐一切众生呢，愿意呢尽未来劫受无边苦，啊，就是受苦做什么呢？受苦就是勤修种种波罗蜜来广度众生。所以这个善知识对于我们是有大因缘的，成就佛道是有大因缘的。所以《大般涅槃经》讲呢，啊，有四个法呢能够成就涅槃。第一个就是所谓的请进善友，当然主要是以这个善知识为主，请进善知识，请进善友。第二个呢就是专心天法，请进善知识是学习佛法，学习戒法，学习教法，啊，学习佛法，专心的听闻佛法，第三点呢就是细念思维，听闻佛法之后呢，就是要专心的思维，省略的思维这个法义，第四点呢就是如法修行，听闻思维之后呢，忽视行动，修正我们的身口意三业，什么是不该做，什么是应该要积极操作，那么这样子就能够成就大般涅槃，
所以成就是大涅槃最初的初因就是清净三知识，因为三知识的因缘成就大涅槃。下面一点，第十三，出家要离恶有一恶般般诸浊，世间王法不怕恶人，恶人披枷带锄。这一点呢，跟前面其实是连带的了。前面清净三知识这边呢就是要远离恶知识。这个恶知识呢，一般我们讲呢，这个恶知识呢会牵引我们到三恶道那么这个我们讲相率入火坑的这个恶知识这个没有实际也没有教化这个邪见呢就牵引我们到三恶道去受苦。那么一恶般般诸浊，乃至呢这个最后呢犯戒的犯了世间的法律对佛不容的这个戒法呢，世界的王法，世界的法律，这个王法就是世间的这边是般法律呢，也没办法容许就被抓去关披枷带锄去除养相了下面一则十四，出家要轻财物，不可千方百计，一口气诺不来，一文拿他不去。这个财物，世间人这所重视的就是赚钱，养家糊口。我们出家呢？就是要看淡这个财物，不可以千方百计呢，又去拼经济，去赶金钗去赚钱啊，这个就是颠倒在家人执着的这些这个所谓的财物，我们出家了就是要放下了那么你那么重视钱财呢，以后呢一口气诺不来，一文拿他不去，那么这再多的钱财珍宝都是带不去的。以前我陪我暑假那个老父亲呢，他是在彰化这八卦山山脚下之前他还在的时候，就是有时候回去陪他，他早上也都会去八卦山走一走运动就陪他去早上去八卦山走一走。他说八卦山里这个很多人运动就这个早集市场卖一些东西卖菜卖一些水果什么一天我就走上去，就看到这个路边的有这个出家师傅的也摆摊在那边卖东西，我就是很非常的不好意思所以就说我们应该好好的，就说把出家人这个角色扮演好不要再去做这在家人做的事情又去拼经济赚钱这是非常不好赶金钗有一些赶金钗赶到最后呢，那个果报都不是太好再看下面一个，十五，出家甘淡泊，自古三藏不足，莫嫌淡饭防饥，古人应若吹舟。这个前面的清财又跟甘淡泊呢，都是偏向于这个布施波罗蜜呢，就是你要把这些能够布施，不要贪着就是出家人的生活就是要平平淡淡才是真滋味古人讲了要三藏不足，这个三呢
就是食衣住行的食衣住，饮食呢吃过就好，不要吃太多，不要这个太贪着这个饮食，那么衣服呢也是过穿就好了，那住的疗房呢这个可以住就可以了，不要要求太高，那么莫嫌淡饭黄鸡，那个字叫念鸡，这个黄鸡就是一般那个黄姜了，黄姜这是一般我们的一个素食，这个姜呢很重要那么古人璎珞炊粥，璎珞炊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以前禅宗呢有位祖师叫做永觉禅师，觉悟的觉，永远的永，永觉禅师，他住在这个深山修道参禅，他发愿他要开悟明心见性才要下山，就是山上修道修道也要吃东西，吃什么呢？就随便的，在这个山野旁边呢采摘一些这个野菜，就连根拔起来，连根拔来这个菜呢一下也没有切就整个菜连根就放到这个小锅里面煮，那么放一些米下去煮成粥，那这个看起来这个菜呢一整条这个连那个根呢那么上面有些米饭那么也不放盐巴，不放油，不放调料，也没有切，这整锅看起来就像那个璎珞旁边呢有放一些这个粥饭在上面，所以一整条的，这意思就是说这个祖师呢他对这个吃呢吃可以维持身体这个修道的这个体力就可以了不在乎外在的这些物质的条件，最重要就是道，能够把心呢放在道上成就道也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璎珞炊粥呢就是主要是指的永觉禅师的这个对于这个饮食就随便所以是那么主要是这个典故其实我们再看到背面十六十六这边呢我们看十六，出家要断烦恼，一了千百去了终遭烦烦恼恼驴年的悟道，这边的这个第十六条呢祖师要我们呢出家要断烦恼，当然这个断呢谈何容易破见或如断世事理由，何况断除见识烦恼呢，当然主要就是我们要有能力能够消除烦恼了。臭道是讲呢以折服现行烦恼为修仙之要务，就是说我们是凡夫有烦恼是正常的，但是你有能力降服你的烦恼那才了不起，才是一个是真修道人你这个人的这个烦恼呢一起来的时候呢真是控制不住这个脾气一起来了造口业骂人，乃至呢这个动粗动手，这个都非常不应该所以这个修行的功夫呢就是说想我烦恼很重要，你一个用功夫的人呢
起烦恼，可能三秒钟他就可以降服了，有的人要三分钟，有的人要三十分钟，有的人要一个礼拜，有的人要三十天一个月，这个烦恼才能降服。这就是功夫啊，你有把我起烦恼，一下子转念念佛念法念真啊，能够降服烦恼，那就是你有这个功夫。否则呢，终造烦烦恼恼，驴年老的悟道。这个驴年呢是什么意思？这么十二生肖里面呢没有驴这个年份，意思是说你要悟道了是不可能的了。一直说我们出家其实就要好好调伏烦恼，不要说呢，你我出家之前烦恼是这样子，出家之后烦恼还是这样子，原封不动，那就是多没进步了。出家之前的我这么大，出家之后我还是那么大，那就是你都没有进步。那么这个断烦恼降伏烦恼，烦恼的根源是什么呢？就是我对我的执着。紫薇大师有提到说呢，要破除我的执着呢，有一个方法，就是你经常去受持毗舍浮佛的传法记，非常有效。毗舍浮佛讲说呢，假借四大以为身，行本五身引进游，浅近若无心亦无，罪福如幻起亦灭。毗舍浮佛的传法记说呢，假借四大以为身，我们怎么样去关照我们这个眼前的色身呢？假借四大的因缘合合而成，成就这个色身的。所以假借我们这个是身体是地水火风四大合合的，所以是虚假的，是因缘合合的，是借四大而成就的，所以这个色身也没有一个我，地水火风每一个法也没有一个我。这个观察色身，其实观察正念心呢，心本无生应尽有，正念心呢也没有真实性。为什么呢？我们原本内心很平静的，有人讲一句话触恼我们，我们内心升起嗔恨心，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想刚才我们内心原本很平静呢，也没有嗔烦恼，为什么现在嗔烦恼？所以讲呢，心本无生应尽有，因为有人跟我讲这些我刺耳的话，我听不进去，我内心起烦恼起嗔恨心的。心本无生应尽有，所以讲前进若无心亦无，如果没有这个人跟我讲我不爱听的话，我不会起嗔烦恼的。前进若无心亦无，所以讲罪福如幻起亦灭，依着我们虚妄的身，虚妄的正念分别心所造作的罪业或福业，也都是如梦如幻，都是不可得的。罪福如幻起一灭，所以不管观照这一个色身也是四大假合没有一个我，观照这念起心动念也是这个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也没有一个我。经常去
读诵思维这个寄诵呢，紫国大师跟我们讲，能够破除我们对身心的执着，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在下面一则，十七，出家要泯因果，历历始祖辛苦，智者若不修行，做牛做马还哺。前面讲般若，主要是要有般若智慧，能够管道，能够想断想苦恼，断烦恼。这边呢讲的因果啊，要有因果观念了、什么因果观念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受用的施主的布施啊，种种的这些饮食、饭粒，种种的这些啊，施施的供养呢，都是施主辛苦的工作所换得的。那么我们这辈子如果说受用的施主的供养不好好的修道的话呢，下辈子就要做牛做马来偿还的。在这个《四门自净录》呢，有提到一件事情，说在隋朝末年的时候呢，发生一件事，就是在新罗国，就是现在的朝鲜，这个地方呢，有一位禅师，这个禅师呢，平常呢非常精进的用功参禅，那么参禅呢，那么也要护法居士呢，就有一个大护法，就是来扶持他啊，来供养他，或者是他修道。这样经过十年的时间呢，那么这个禅师都接受这个檀越施主的扶持供养，这个施主呢，大大的扶持啊，这种种的供养啊，衣食饮食物具，他们种种缺什么呢，马上就来供这个禅师。后来这个禅师呢，年纪大了啊，那么最后就往生了。王俊呢，也没有成就圣道，也没了生死，没了生死，那么这个事情就不好办了，就有问题了。后来呢，在他这个信徒的家里面后面的一个后花园呢，有一棵树枯掉了。这些树枯掉了之后呢，就长有这个菌，就长出很多类似木耳的，这个菌菇出来了，那么这家人看到了就很欢喜的，就赶快一直摘啊，摘完之后呢，这个菇出来啊，马上又长出来很多这个木耳，那么这个他这个护法檀越就是很欢喜，每天呢摘这个木耳，新鲜的木耳可以吃，那么这个咱们家后院这个姑父这个长很多木耳，亲戚也知道，隔壁的邻居也知道。后来呢，他们这个左边西边的邻居呢，有一天呢就想要去偷这个木耳，他们家的木耳，有一天晚上的时候呢，就爬过这个围墙，来到他们后花园，就拿起刀子要去割这个木耳的时候呢，这一棵枯掉的树呢就讲话了，讲说呢，谁割我肉我不负君，就说谁要割我的肉呢，我没有欠你的债哦，我没有负你哦。这个邻居的就很惊讶的是什么，我这个树呢，这个机会讲话呢，就说你是谁，这姑父就讲呢，我就是过去谁谁谁什么禅师，过去这个禅师，因为接受
这一个护法坛月的这个众生的供养，那么我修行修道参禅没了生死呢，那么今生再来偿还施主，啊，那么所以这个姑父这个啊，这个木偶呢，就是啊来偿还的。那么你讲完之后，就跟这个邻居讲说呢，你可以帮我去化缘啊东西呢，来偿还我这个坛月吗？你如果去帮我化缘偿还呢，我就可以解脱。这个邻居的听完就觉得很纳闷很奇怪，嘿，然后当然就去帮他嘞，那么就去化缘的100担的米呢，来给他这个施主。这个施主一听了之后呢，就非常的伤心了，伤心欲绝啊，然后也对这个姑树忏悔，哎，啊。这是圣门至经录里讲到这么一段话，所以我们讲呢，施主利米呢，大如须弥山呢，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环，就是劝勉我们要好好的用功修道，下面一节18。出家要和大众圣物相互争空，具头说是说会空把观音来送。出家呢就是要合伙修六合界嘛，啊，不要这个搞小圈子搞小团体，不要这没事的讲种种的是非啊，然后呢最重要就是要和。其实作为道场呢，个性要调柔，要和和，不要呢这个作为道场最后呢整个道场都厌恶你，哎，都没办法接受你，都讨厌你，那你就做人失败了，哎，就是和和大众，就是个性要调柔，哎，啊，这样才好，哎，就好好。下面一则，哈，19，出家要吃西亏，又要带3分担，心是含灰孤木，是非从何处来？这个出家呢，啊，叫无我，要吃一些亏了，一般我们常常听到的就是所谓吃亏就是占便宜，这个吃亏的法则，内心的要带3分担。这个3分担怎么讲？怎么解释呢？就是呢，我们面对一切人、一切事物，面对一切法，我们能够清清楚楚，但是我们不执着。就是我为大师讲的所讲的了，内心的历历分明，但是呢空空荡荡。那么空空荡荡的又能够历历分明，简单讲就是你要修无分别智啊，无分别智，让在内心的心是寒灰枯木。这个寒灰呢，就是说烧掉了这个灰呢，是没办法再燃烧了。哎，枯木呢，就是已经枯掉的树，它不会再发芽了。意思就是让那这些呢，啊，能够不分别，知道清楚，但是没有人我是非的分别，没有那个啊这个不好的名言。哎，那么这样的是非从何出来？简单讲就是吃一些亏肯定没错。20，出家要常知足，莫管衣衫淡薄，若想他人才有不顾自己福报。这是这出家人基本的，这是少衣知足啊，衣服过穿就可以了。若想他人才有不顾自己福报，这是各有因缘莫羡人啊，
就只管自家不管人家，先把自己的真心顾好，身口意产业修好啊，当的修善就是先做好，不要管别人，自己呢就是尽量要少欲知足。下面一则，21出家要顾常住，一针一草勿弃，随心之意清纯，且懒与你算计。这个常住一方面就是道场了，道场这个一代的人住在这边，那么又一你走了之后，又一代人住在这边，道场常住在这个地方呢。那么我们对道场的所有的这些物品呢，好好的珍惜，因为不是我们现在说下一代的这个僧众呢来这边住，一样受到这个别人的资助，这边的殿堂疗房，所以就我们在受用眼前这个施主的布施、常住执事的这个努力用心的建设，就是好好爱护这个道场的这个每一个设施，那这一针一草呢都不要随便的那么这个浪费。古人讲的爱惜常住物如护眼中珠啊，所以我们爱护好，下一代的人还可以用。你不这个好好爱惜呢，最后坏掉了那么乃至亲损，你不好好爱惜又亲损常住物，那么这样就亏损，让常住亏损呢，那么这也是有因果的，既然菩萨都要跟你算账。所以我们有时候有牵扯到常住呢，就是要及时的赶快的补贴常住。下面一则，22出家要趁少年，诸般要去向前，当时被利抢劫，根斩主业田园。那么出家当然就是说每一个人因缘不同，能够年少出家呢当然是最好了。年纪轻轻出家就说呢去好来学习，定好去学习，会去定会好去学习，乃至那么种种几门行盆，乃至法器常住的事情呢都好好去学习去发心。那么趁着身强力体壮的时候呢好好的成就这个既定的功德，好好的负担这个佛祖的家业。下面是23，出家要起得早，迟了修行不了，明朝护有明朝，明朝性命满饱。这一条跟前面一条主要是约的精进的，就是要精进不容易的早点起床。以前我们那个刚出家那也是很拼，几个师兄弟呢都是比谁早起的，早起就能拜佛，在灵隐堂能拜佛。这个所以那时候刚出家有一阵子呢是2:30呢固定就醒来了，不用闹钟这有时候你那个生理时钟你设定自己想明天要2:30起床，那时候是自动醒来了。醒来之后一到尿堂，有师兄弟已经比我还早到了就觉得真的要趁早。但是那时候大家好几个兄弟就趁早起来拜佛，有人1000拜3000拜。意思就是要好好的把握时间修道了。下面一则，24出家要苦寂寞，不可多只为饶舌，若然者是造会，地狱少你不得。这个口业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
修行就是要修身、修口业、修意业、修身口意三业。这个嘴巴呢，有时候，这个口业有时候你这个没守住的话呢，一讲出去，不管有心无心的，就是一个业。那么尤其你讲三宝的过去的三宝的社会，那个罪业非常重的。以前在灵寺那时候，我前前后后出家就是说居士到出家到离开，前后待了两年在灵寺，也看了很多人想要出家，或者说居士来道场住，凡是这个话非常多的呢，都住不了太久，没多久呢，参过就请他下山了。所以出家苦紧迫，就是老实修道，不要讲那么多的是非啊、闲言闲语啊、闲话啊。下面者二十五，出家立足矣，顿悟使顿明心地，妄为颠倒攀缘，阿鼻谁人可替？出家人要有一些主意，这个主意就是你要了解出家要做什么，出家的目的是什么？当然这是要了生死，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呢，就做一个所谓的出家的所谓的生涯规划。我什么时候要这个成就自律功能呢？什么时候要跟众生结缘？悟是顿明心性，当然这边禅宗组织就是最重要是要明心见性。那么妄为攀颠倒攀缘的阿鼻谁人可替？如果说你出了家之后呢，成天跟信徒攀缘图名图利呢，那当然就是这个背道而驰了，那么未来就是阿鼻地的果报。下面一则，二十六，出家要忍人辱，忍辱天下和睦，此章佛子真传，忍辱少罪多福。就是讲到忍辱波罗蜜了，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要做这个人上人，就是要这个广钦老和尚讲的，吃人不会吃，饮人不会饮的，做人不会做的代志，那以后你就知道。下面一句。二十七，出家远俗家，俗家人世如马，杜绝尘缘烦恼，自然比尔生癌。这个俗家，这边主席讲了，乱世如马，所以没事的就不要回俗家去，去攀岩了，要尽量杜绝这些俗世的尘扰，俗世的这些因缘呢。专心的在道业上面安心办道，这个道业的才能够成就。下面二十八，出家要断妄心，妄心好事难成，若依妄心行事，必有祸患临身。前面是离境，这边是离心了，现在念心的妄心的要远离念心的虚妄心，虚妄分别。依着内心的希望心的这个修道呢，是没办法成就圣道的。这个这个妄心呢，是跟真心相对真心来讲的。那个已经讲到我们真念心的，就讲得很清楚了。那先说我们世间上呢有两种根本，第一种根本就是菩提根本，第二种根本就是生死的根本。那么菩提的根本是什么呢？就是真如本性，就是自性清净心，依着真如本性，依着自性清净心来修道，
就能够成就无上菩提。那么生死的根本是什么？就是攀缘心，就是虚妄心，你那念妄想心，就是生死的根本。一者妄想心，一者妄心行事呢，就是造生死业，就是这根本根本。所以那个人讲，无始生死根本，则汝今者与诸众生用攀缘心为自性者。就是我们那念攀缘心呢、就是这念妄心。那么我们怎么样分别我现在起的是真心还是妄心呢？那已经讲到了，就是说所谓的妄心呢，我们要分别我现在是虚妄心呢，的一个判断标准就是所谓离尘无体，就是我们真念心离开六尘色身相位触法的境界之后呢，我们内心的那一念虚妄心呢就不见了，那就是所谓的妄心啊。我们对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攀缘六尘境界升起种种的心，那个就是妄心。离尘离开六尘境界就没有体现的，就是虚妄心。那么真心的是离尘有体，我们离开色身相位触法的境界无缘境界，我们真念心凌云决绝清清楚楚。那么真如佛性，那么自性净心啊，不生不灭的心体一样啊存在着，这是一个判断标准。下面29，出家要达道理，切切止净自己，千和美难三分，相见人人欢喜。这边这个道理的主要偏向于世俗地的道理，就是待人处事的道理啊，待人处事的道理。论语里面呢，有讲到说这个子张问仁于孔子，子张问孔老夫子说什么是仁呢？孔老夫子回答说呢，能行无者于天下为仁矣。孔老夫子说能够做到五件事情呢，就是做到仁的这个标准。请问之，子张在问说，那请问是哪五种呢？孔子就讲呢，公则不虎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怎么样做到人的标准呢？孔老夫子讲出来，恭就是我们内心有恭敬心，待人接物内心都有恭敬心啊，有恭敬心就不会就是说遭遇到这个侮辱别人的侮辱的事情。宽则得众，我们待人宽厚，心胸宽厚，就可以得到道中的拥护。宽则得众，信则人任，我们对人有信用，答应人家的事情一定做到，有信用的话呢，别人就会信任你，信任你这个人品。第四点呢，这敏则有功，就你做事很敏捷，不会拖拖拉拉，拖很久，那么这样子的就容易成功，办事情能够做好，把事做好。第五点呢，惠则足以使人，惠就是恩惠的惠了，你经常布施恩惠比别人，这个帮助众生帮助别人呢，别人呢才愿意帮助你。惠则足以使人，我觉得这个用在我们佛法上，平常的这个出家的待人处事的都是非常好的。恭敬心，宽厚的心有信用的心做事要敏捷，惠布施恩惠给众生给别人。最后一点，生死出家要信佛法，三藏一口吐血，方知源远流长，可接佛祖一脉。前面的29条基本上偏向于利他来讲的，这边的就是讲到利，前面29条偏向于自利的，这边第30条主要讲到利他，就是要说法。出家要信，
对佛法有信心。具足来讲，就是包括信解行证啊，有信心之后，就是了解升起信解解心，在啊一直信解去修行，信解心，最后啊证证多证少，观待看待看遍了个人了嘿。所以这边信其实包括佛法的信解行证的次第，修行的次第。能够我们自己平常啊成就信解行证，成就自力功德之后呢，三藏一口吐去，有说法因缘，我们跟为众生说法，说法度众生。啊，把所知道的佛法能够一口吐去，没有保留的，啊，为众生说法，度众生，利益众生，啊，方知因缘流传，可接佛祖一脉。到那个时候啊，才知道这个佛法就是需要这样子代代传承，相传的传承下去，哎，所以这个《华严经》讲呢，假使顶戴金尘劫，身为闯作骗三千，若不说法度众生，毕竟无人报佛恩。《华严经》讲是，我们怎么样报佛陀的恩德呢？假使你这个把佛陀扛在头顶上面一千劫的时间啊，这样来的供养佛，或者说呢，身体呢啊，像床座遍满三千大千世界啊，让佛陀来躺卧啊，走动都没办法报佛恩。那怎么样能够报答佛陀恩呢？若不说法度众生，毕竟不能报佛恩。就是说，我们有能力就为众生啊，把学习佛法的心得跟众生分享，才能够报答佛的恩德。当然我们没有因缘，我们就是好好的修道，那么好好的这样子参禅也好，念佛也好，诵经也好，拜佛礼忏持戒听佛法多好，先成就自己的功德，或者说呢啊，我们就是好好的在道场里面啊，护持道场，做一个小执事，把小执事工作做得圆满，都是不可思议的功德。这以上的这土地三十的样子啊，就简单跟大家介绍到这边了啊。最后跟着我回向，大家请会上。愿以此功德，回向我等与众生，同消三障诸烦恼，同得智慧增福报。普愿灾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